大会的裁判长，我本身是桃红市保龄球委员会的总干事。世范赛他是因为他是第一年才正式列入全中运的比赛，所以他给他编在世范赛。可是我们把世范赛他的积分跟奖牌数我们列入在正式里面。我们保龄球的话，以目前的话，我们都是直接就决赛，个人赛就打完六局，总分加起来排名就直接就产生。然后双人的话是两个人各打六局，总分十二局的总分就直接排名。啊，团体赛是四个人，然后四个人一个一样打六局，二十四局的总分最高分就整个排名出来。然后盟主赛是个人、双人、团体十八局的总分前八名才可以进入免盟主挑战赛。啊，在保龄球来讲，盟主挑战赛是最顶级、最顶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大雅国中的，啊，我叫廖嘉庆。我叫吴明德。一种就是飞碟球，另一种就是单手区。飞碟球是这样，一样这样，手的话要撑着，这样撑着，因为它飞碟球是过去的时候是球是这样转，过去的时候爆发比较强。球的话是这样，但是他手是要这样，比较靠这边，点进去比较好，这样过去的话比较好踹。直球就是这样子出去，直直的出去，两只手抱在一起，然后就这样靠起来。跑步跟做一些仰卧起坐之类的，手的运动伤害，手腕那个地方。假如说如果我打踹的话，说那个礼的话，他就伸出手，然后我就拍他手。